每日翻工都会经过呢条路，都会遇到好多老人家。有人觉得照顾老人家系好麻烦，系一种负累。但对于我嚟讲，照顾老人家系我生活嘅一部分。踏入呢个门口系我一日工作嘅开始，我要为到每个嚟到呢度嘅老人家作最好嘅准备。探热、量血压都是每一日一定要做的检查项目，帮每个老友记记低佢身体的状况，希望他们可以身体健康，快快乐乐地生活。哎呀，陈伯真是没记性了，玩完的东西又不执，不知道今天他会不会来呢？